이모들한테니 등지물 비용치와 아수 등지물 비용치와 되더니 등지 잡은 돈을 숨어에 등고개발이다 노등지 잡은 노래에서 강도 까빠스 강도시 히드스 오 까빠스네 드리다 까빠스 장미 코와 토와 내가 해더니 강도시 히드스 총 강가도 심한데 어떻게 잡을까봐 Kami baris, oh, di ringna ini tata tahun sendu sedang konon tahu, tiap hari terasa berapa ini sedang konon langsung ya. Tapi sakti itu baru terasa ini cuma baris, ini sedang konon dok tempat di mana mencuma, ini dok tempat di mana mencuma terasa berapa tu, ini sakti siapa cakap tu? 都是你个说法嘞，这平常就没这么认识。现在呢，对，大大的，搞把亚大个子，对着个比较老，起码出，这个平常，对，大大当初亚的就不得他，三年级嘛，满年级的了，对，给我平常就话的生活嘞，三年级把大个子给我读罢了，三年级嘛，满年级的给我读罢了，三年级嘛，满年级的。 平常的也送，这种东西，刚给咱们去了，对，就把他，这些地方搞不起来，年轻人都那啥吧，接触不能，所以我们这里就把他，这都是啥子地方呀？大的了，这个老，什么地方的呀？这他，你把年不记得的嘞？但年轻人吃这个的嘞，但是年轻人就送了。 这一部斋戒功德的文章，它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斋戒的功德，再来是各自每一个戒有如何的功德。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回应他人的遮难，也是回应他人的疑惑。 到底怎么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怎么样观点是不正确的？由于作者本身是一位智者，是一位学者的缘故，所以他可以在这方面琢磨很多。首先讲到了总体的功德，总体功德它又分为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受戒时间来讲的话，它的功德是广大的。 作者他先引了三摩地王经里面的教证来说明，像他这样子的智者就可以引很多的经典的论证来诠释这样子的道理。譬如他说三摩地王经里面也有讲到，如果有人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他在非常长劫的时间当中，例如多如恒河沙数劫之中，不断的进行有漏供养。 比方说，他以点灯、以种种饮食、以伞盖、以幡、以床啊来供养诸佛，所供养的对境又是多达上亿的佛陀的话，那么如此，他能够得到的有漏福德是非常广大的。这个是在佛陀正法广弘的时代，这样子做的话，会有非常大的福德。 如果今天有人在正法极为衰微，在衰退的时候，一日一夜受持学处，受持八关斋戒学处的话，则功德又甚远远胜过前面所做的广大供养。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在佛法未衰微的时候所修的善根，跟衰微的时候所修善根两者相较的话。 佛法衰微时所得的善根是更加广大的。我们在佛法正心的时候所得的善根，如同刚刚所说的广大于恒河沙劫中供养上亿诸佛所得的善根，不如于佛法衰微的时候一日一夜受持净住律仪，或者是进食的斋戒律仪所得到功德来的大。 대양이 연체들어서 그때 동사체보 요래 다들 다들 이래라 이제 타마속대 내가 섬내 요래 딱 그런 게 있어서 소속해 오 다만한 이게 타마체인 보고 매드야 타마체인 하면 땅에 땡기 중에 타마체인 동발랑이 상대도 보았다면 이제
别人说那就是我的女生，那告诉那早晚就是我说别人他去送这个的呢，屏幕上面这么投入也就对了，你这种上把激动了说我们那也是送这个的呢，屏幕上面不想把这个人也送，这国家还叫以前不约的。在《三摩地王经》当中有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他说于一日一夜受持一穴处，他的福德也胜过前面所说的广大福德。所谓的受持一穴处，指的就是在八戒当八个穴处当中，哪怕只受持一个穴处，或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圆满奉持所有穴处的话，也是有广大的福德的。例如像有人要戒烟，他在他没办法完全戒断烟瘾，但是呢他在特定的时间之中，他就想我就是做戒烟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也能够得到戒除一个过失的福德。同样的在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能够全部禁受当然是最理想的，那他能够获得完整的戒律的律这个戒体，可是也有的时候呢是没办法这样子做的，那就按照自己的力量随分随力乃至受持一穴处，他得到的福德也是非常广大的，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得到了的你上皮呢本来所以能得上多人所以能去把它扛起卡些的所以能去把它但没得了他可能比较清楚的高安啊，他被第四浪去不认了，对了，这样认为的，虽然去把这个没他妈就把也那样，拿上就把也那样，不被你了，就是我讲的，就把我讲的了，两开始老老久的那样，两人让拿上的等于长了的了嘞，开始的女人拿上的吧，虽然等于没了没吃上啊。结果差点有人的人咱们出去了呢，或者刚才你把那个带出来忙不过来，这上面就是那里是那么些把这没到手的里的呢，他的身体都没用过来，他的身上啥的他就把他他妈把这样他可以还是管上不了，这里老老都是那么两个没办法就把这一起然后就把这一起咱不做呢，你越把钱按照当钱这个就把人家拿回来了。别人虽然什么东西呢？人用猪八戒，人家猪八戒的头大那头，头什么的大大那大，哈哈的。我们这边是的，说说多一些，我讲，哈哈笑的。可是我们这边的人，哦，你这，他说什么？你两家这个态度，他说的是哪有的？咋就掉头呀？我们说，这就是让你身体有我的。现在没到上的位置，慢慢就在那的女人的意思，大大的在那个场景下，慢慢的没到上的位置，就没到这一次。那么在注释里面就有讲到，仅仅是一日受持一分穴处，他的福德也胜过前面所说的有漏福德，也就是说。福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够受持福德这件事，能够获得福德这件事情，有些人是非常有疑惑的，认为说你所说的福德又是不可见的，凭什么这样子说呢？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具足妙观察的慧眼的话，那会知道世间的很多的差别都是来自福德之有无的，比方说在同一个家庭同样的父母所生的子女，有的他日后的前程是非常富裕的，有的是非常贫困的，或者同样是有钱人，有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好，有的状况不好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过得非常健康，内心也非常幸福快乐。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过着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这个其中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决定他们的生命的样貌的因素就是福德，而这个福德完全是存在于心的。如果你不懂得这层道理的话，有些人会认为去积福者，比方说广做布施，将亲戚
所有的进行布施是一种非常愚昧的行为，有些人会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今天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就是要满足自己的物欲，但是呢你们所讲的那些福德啊，是不可见的事情，是抽象的事情，如何证明有这些事情呢？我工作跟做学问不就是为了要能够获得我自己的所欲吗？我自己的欲望跟我自己的需求要能够得到满足吗？但如果你真的懂得善加观察的话，你会晓得到底是否能够学有所成，到底是否能够工作如自己所愿的，这样子如愿以偿的顺利承办，完全是观待福德是有无的，并不当他们在质疑福德是不可见，你凭什么说有福德的时候，只是一种不了解福德的标志而已。实际上，福德是存在于内心，就像是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预知。预知今就是过去因，就是今生受者是，也就是说这样子，福德之因是种在自己的心里面，它成熟的时候就像是种子成熟为花朵一样，它也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的。这位大家你到所用的话钱呢别谢的来一个人都忙不去通这个玩意呀，也没这个事嘛，我就通了电脑而已。这个时候用的话的，那还要通那种，这个事嘛，我就通什么呀？这孩子我特写不了的，写不了当个人场面。你那写的，像你讲绿的、娘的、绿龙的话，拉到我这里，所用的、平用的，这玩意就要吃新的那种用的，新的系列就一遍了。这边的这里。所以能就把它生养的肉肉的这样过来的，所以能的肉的肉的但是它可以接着的让你跟他开始的可以接着上面肉肉肉肉的可以接着接着去就得考虑上话接着你告诉你们东西上啊这些切记上啊可以但是每年咱们人地方高啊的地方就这些有那些就是那么那点用了嘛，一般是那地方嘛，三级的比呢，哦，就是那几什么没人淘吧，呀，这么那几等的网友淘吧，如果那几个人吃不脱的不懂的话来说吧，没这几个的，你要吃什么什么的，这带到手上用的，这才能就搞你手里了。但是他上网刚刚用这些话的我们每年的高啊的地方在他们走去这里就去有意思哦，这个他们说能玩的话呢除了地方他们地方就他们地方就有意思哦，每年地方不算做这里这里就去就可以哦，就上这里上这里的东西老公有关的你把我这个意思没人说话的就像你这个意思当什么做什么东西把桌子我拆了，我就那个什么的，下决定下好了，这个人前面什么啥子，啥子没人家的，如果你把拆了，这一点，谁把什么他们拉上，那现在这是什么的？所以，如果能够如理的受持长进律的话，一个真正具足。智慧者就会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比起百千万的摩尼宝珠更加殊胜的，就像是一个初学者，他不曾受过八关斋戒，他不懂得他的好处的话，你问他说有很多的黄金跟八关斋戒两者让你选择，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他可能会认为非常大量的黄金对他来讲更加的重要，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懂得斋戒的律仪的话，而他的功德利益的话，就会晓得比起黄金，比起无价之宝，它是更加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黄金这样子的物质是属于身外之物，而且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毁坏的，我们只能够用身体来享受这些物质条件，但是身体会坏灭，这时候这些物质所带来的好处也就随着坏灭掉了，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坏灭的，心跟八关斋戒所带来的福德所带来的功德利益是不断长相伴随的，
从透过八关斋戒所得到的福德是跟着我们的心不断的延续。